是什么人？曹振书。曹振书，那小子是灵动，他屡次三番与我阴魁宗作对，而且还夺走了我宗的高等符魁。哦，不曾想老夫竟闭关一年，大皇军竟然变天了。曹长老，那小子不仅杀了我儿化宗，还重伤了我，请曹长老替我报仇。化骨长老，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用。那小子确实有点实力，我阴魁宗养着你这种废人有何用？曹长老，这是何意？既然你已无用，不如将精神力献于我，我自会替你报仇。放开我！这。这家伙竟然干掉了自己的同伴。赵宗主放心，那小子就交由老夫处置便是。想不到血徒手曹镇竟然在大魁城之中。爹，为何我从未听说过此人？曹镇可谓是阴魁宗之中最为凶残之人，一直为阴魁宗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曾经仅凭一人之力血洗大力归元宗，人称血徒手。这次林动可是凶多吉少了。林动，林动，你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，找机会赶紧跑。半步造化境，我想试试到底有多强。哼，可别怪刁爷没提醒你。小严，你退下吧。小子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造化境抗衡。虽说那小子靠着强化肉体的功法能够与曹镇对抗，但造气境与半步造化境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只怕这样下去是撑不了多久了。人精之力，什么？
子，把你的精神力也献给我吧。少宗主从古碑空间里得到这紫银九魄，仅仅是修炼初期就如此厉害，假以时日必定是非凡绝技呀。可惜没拿到造化武学，倒是便宜了灵动那小子。可惜那小子死在了古碑空间之中，不然老夫定要亲手剐了他，为我宗儿报仇。化骨长老怕是没机会了，以那守护者的恐怖实力，那小子断然不会有丝毫活路。啊，少宗主说的极是。不过这次倒是意外发现了那座地下宫殿，只是那个守护者的实力太过强大。少宗主不必多虑，待下次古碑开启之时，可让宗主集结强者进入地下宫殿。嗯，若是能得到地下宫殿中的宝藏，那我阴魁宗超越四大宗族便指日可待了。是宗主的来信。哦，父亲要我尽快请曹振书返回总部，他将在十日之后集全宗之力，破除当年从古碑内所获至宝的封印。啊，看来宗主已有了万全的把握。彭雷，快给小爷滚出来！是何人在外面喧哗？少宗主，是林动，那林动正在门口叫嚷。那小子竟然还活着！少宗主，召集所有人，今天我让他有来无回。是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彭磊，快出来，老有来访，你是让我去闭门羹吗？怎么居然有人在阴魁宗门口闹事？哟，这倒是新鲜，这小子疯了吧？开门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灵动，想不到你居然能活着从大荒古碑出来。抱歉，让藤少宗主失望了。你小子居然会自己送上门找死，那尊高等符魁和你得到的造化武学，我今日便收下了。东西都在，只怕你没本事拿。你这狂妄的小子。少宗主，不要劳烦你出手，那小子交由我来处置。林动，今日我要拿你来祭奠我家宗儿在天之灵。化骨长老，上次的伤可好利索了？小子，这一次我非要把你的骨头一块块打碎不可。嗯，停。化骨长老，你好像不太灵活了吗？看来上次的伤还未痊愈呀。化骨长老，不知小雕和小炎如何了？如何呀，化骨长老，还要继续吗？臭小子，我跟你没完。
想不到那小子的调虎离山计还真管用。陈虎，我们走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什么事如此慌张？启禀大小姐，是林动。那林动正在阴鬼宗门前闹事。林动，你确定吗？属下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想不到他居然还活着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千千，怎么，你要出门呢？宗主。爹，是林动回来了，而且他还在挑战阴鬼宗。哦，就是之前你提过的那小子。有意思，我倒也想见识一下他的本事。爹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嗯。到此为止吧，化骨长老，你不嫌累，我都快累了。还没见过你这丑小子，这人厉害啊！他是什么人啊？那人是林动，就是他打败了王岩。我听说古剑眉也栽在他手上。哦，想不到化骨那老家伙竟如此不堪。看来林动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。化骨长老，你退下吧。少宗主，我。怎么，你还嫌我阴鬼宗不够丢脸吗？林动，别欺人太甚。藤少宗主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。想不到藤雷所得的九品武学倒也是厉害。这招还真不好对付。魔猿变。藤少宗，这九品武学倒是挺厉害的嘛。小子，你的造化武学呢？怎么不使出来看看？该不会是你资质不够无法修炼吧？哼，对付你还用不上造化武学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小子，你真以为靠这种蛮力就能胜过？现在就了结你！少宗主，杀了这小子！将身体强化到这般地步，倒是与我大魔门不相上下。藤少宗，我说过，对付你，根本不需要造化武学。少宗主，少宗主，小子。我今日必取你性命，所有人启动阴鬼巨魔阵。可是什么？快！是布阵。是。看来藤雷那小子是给逼急了，竟敢使出消耗如此之大的阵法。爹，我们是否要助林动一臂之力？这是林动与阴鬼宗之间的恩怨，我们尽管隔岸观火就是。可是，开阵！这是阴鬼宗的人疯了，快跑！
这小子果然有本事。这臭小子！少宗主，这大阵消耗过大，弟子们快撑不住了。今日我必要取这小子的性命！所有人，再次发动大阵！是。小雕和小燕怎么还不出来？喵！你吵什么陈虎？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喵！看来这里并没有祖父的讯息。哎，我们算是白跑一趟了。喵！这是居然是密道，走进去看看。陈虎，我们找东西。这里也没有。怎么有发现？陈虎，这可不像是什么藏宝的地方。不好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看来这大阵也不过如此。混账，再次发动大阵。少宗主，弟子们的元力已经耗完了。这次阴魁宗真是要栽跟头了。那倒也未必。小蝶、小炎，你们总算出来了。小子，我们快走。有祖父的消息吗？哎，这里没有，快走。好吧，我们走。老夫只是闭关一年而已，现在连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到我阴魁宗撒野。半步造化境。